433页呢，讲到我们美术馆所办理的展出。各位议员，以前的美术馆呢，可能一年展出个40档，但是这两年呢，我们导入了竞争的机制，所以呢，一定要通过委员非常客观专业的评审。好，我们一年呢，展出了25档。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竞争，所以整体的，好，在美术馆的一个展出的素质呢，也大幅的提升。好，所以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的精彩的这些的作品呢，好，一样的，好，其实是，好，除了呢，艺术境界是非常的高超、多元、丰富以外呢，其实它呢，也隐含了很多的，包括的宗教的情怀，或者是生命的教育。那我特别会谈到生命的教育，我们在434页，好。国字十，刮胡国字十，我们也特别谈到，在今年二月到三月，我们所办理的彩绘生命台湾口族画家联展。好，其实这是一档非常精彩的一个书画展。那我们的所邀请的口族画家呢，他除了在艺术境界的造诣成就以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现的自立自强、热爱生命的这种人生态度。这个对花莲的年轻学子，是很宝贵的生命教育，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很努力的去掌握那一个月的展出时间，邀请我们莘莘学子来到花莲文化局的美术馆，好，来欣赏这些的真的是好用血汗所完成的作品，好，它的意义是非常的深刻。那在435页呢，哈，那我们有报告到关于回蓝美展，那回蓝美展呢，在101年的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注意到呢，它有一点点好像流向于这个学生美展的这样子的，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觉得呢是有待提升。好，所以呢，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的作品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呢，好，得到了大幅的一个进步。那我们在103年把奖金提高到从原来的3万提高到5万。好，这个是103年好一个。奖金的小幅的进步，那在105年呢，我们很努力的跨大步把奖金提升到10万元，好，希望呢能够邀请更多的优秀的艺术家来参与好这个竞争。那在436页呢，我们报告到点石季刊，好，那点石季刊呢是花莲县呢，我们为了发展我们的核心的艺术领域石雕，为我们的石雕家好所办理的一个专业的中英文并列的。好，专业的一个艺术领域的一个期刊，从102年到现在呢，今年已经进入第4年。好，那这个期刊的编辑会议是我亲自主持。好，那表示呢，哈，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期刊的一个高度重视。这个期刊每年以不到100万的一个经费规模，但是每一年呢，哈，可以导入将近2000万元以上的产业效益。好，那让我们的艺术家呢，哈。也在海内外呢是走路有风，好，这个是我们所很努力的一个项目。在438页，我们有报告到呢关于两岸的赏识。好，我想各位议员都知道，我们花莲呢是美食宝玉的故乡，我们的食种是非常丰富的，占全台湾80%以上的食种。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呢，我们取得了整个台湾在食艺上面的发语权。代表权。那104年，我们在9月呢，由文化局哈，那在县长的支持之下，哈，我们总共呢整合了全台湾152位来自各县市的赏识的食友，好，进到了哈大陆的内蒙阿拉善呢进行两岸的交流。好，那当然这是一个规模啊，这个空前好的一个两岸的赏识的交流展。好，那在106年，好，那我们会再继续办理下一届。好，那在今年呢，我们会继续做相关的规划的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表演艺术，哈，在书面资料441页表演艺术。那441页呢，我们有报告到呢是文化局呢，哈，在表演艺术领域里面，我们所主办协办配合的所有的这些的艺术的。表演艺术的工作，104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总共办了126场。
好，以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口数，还有呢我们这个文化局表演科的这个人的哈、啊、这个行政人员，126场的哈、啊、这样子一个演出呢，是相当的丰富多元。好，那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呢我们的县民乡亲，好，能够多参与哈、啊、这些的表演活动。在445页呢，好，国资六我们有谈到好、啊、杰出演出团队，好，我们的征选。好，那不是只有把它选出来，好，这些县内的优秀的演出团队选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相关的辅导，好，相关经费的一些挹注，然后呢也辅导他们能够进行好更丰富更活跃的表演。在445页我们这边有提到生殖乐集，还有在446页也提到罗德表演剧团，这两个剧团表演团队这几年在文化局的辅导之下呢，也都进入了我们太平洋左岸艺术季的表演团队，好，可以呢来透过售票的一个演出呢，好，达到呢啊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呢哈更大的一个发光发亮，哈，能够有更大的成就。那接下来我们就延续刚才的话题呢，我们会在447页呢报告到太平洋左岸艺术季。那各位议员，其实过去长久以来，大家会认为大家都会讲我们花莲是艺文的沙漠，好，其实呢经过这几年大家共同的努力，好，其实我们花莲早就已经不是艺文的沙漠，相反的，我们的艺文呢，好，在供给面呢是相当的丰富的。那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呢是文化局自己出品，好，文化局自己做节目的制作，好，我们所安排的所谓的一条龙全年度每一个月都有的精彩的演出。那这些演出呢都是透过学者专家好经过的一个甄选，好，所挑选出来的表演团队。那每一个月的一个演出呢都非常精彩。这个活动从这个专案从102年到现在已经到了第4年。好，已经到了第4年。好，那还是呢我们非常努力好要来执行的一个目标。那大家可以看到105年，好，我们所安排的8个场次，好，从3月份的圆舞者，这个是本县具有全国知名度的表演团队，也被我们邀请过来，好，来担任这个演出。然后光舞二呢，好，是在5月15陈冠宇的，好，这个钢琴独奏，好，等等。光舞四呢是刚才报告到的罗德剧团，好，那光湖七呢是刚才报告到的生殖乐团等等的。好，那我们也昨天在各位议员的桌上呢，我们有把一整年的这个节目的册子啊，那放在各位议员的桌面上啊，欢迎来参阅。好，那从这个节目册，其实各位议员可以关切到，就可以注意到，其实我们是用一个非常细腻的，好，非常细腻的一个执行方式，为我们的乡亲呢啊来奉献上一个非常丰富的优质的艺文飨宴。449页我们谈到街头艺人，好，那也特别谢谢议员这几年的指导，好，一直提醒我们街头艺人的重点不是在考照发给他证书，街头艺人重点呢是发了照，考完试发了照以后如何让他呢好有挥洒的空间，能够让他呢发光发亮。好，延续这样子的理念呢，所以呢好，我们从去年呢啊就配合了东大门夜市，但也包括十一大街等等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呢越来越发展成熟，所以我们能够去导进更多的街头艺人，让他们可以在里面呢啊演出。那同时我们也很努力的去提倡打赏文化，好，透过打赏文化，我们的街头艺人好他的演出除了在精神层面的一个满足分享以外，经济效益呢好也可以得到实现。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在年度之内好随着包括例如说南滨公园等等的好其他场域越来越成熟，我们会导入越来越多更多的街头艺人。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街头艺人是要考照的，那这个考照呢过去常年以来只有在花莲市进行考照。好，那也特别谢谢议员的指导，我们今年呢除了大花莲市以外呢，我们会在玉里，我们会在凤林，好，一年举办3次的考照，好，让我们花莲更多的具有表演天分，好，那具有各项艺文天分的街头艺人呢，好，可以来考照，得到执照以后呢，可以尽速的呢挥洒他们的艺术才华。
那书面资料进到452页呢，有关于艺文推广的活动。那在这边呢，可以在453页，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社区营造。那各位议员，社区营造呢是我非常重视的一项业务，好，因为我们认为呢，社区部落相当程度呢是可以吸纳好我们年轻呢从外县市呢从都会回到社区部落里面的好的年轻世代，好，所以如何的透过社区营造呢，可以达到生命实现、生活安居、生产自足、生态永续，我们所谓的四生原则，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社区营造呢，是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文建会、文化部一脉相承，到目前为止已经延续了23年的业务。在这23年里面呢，文化局好透过社区营造呢，我们总共呢已经辅导了114个社区。好，那有些社区呢这个非常非常的活跃，那有些社区呢它还在初入门的阶段。好，那不管它的阶段是怎么样，我们都盼望呢透过社区营造呢，好让我们的社区充满了士气、光荣感啊，活跃。好，来，在454页呢，我们有谈到呢，在社区的一个辅导的上面呢，我们好可能会我们会包括了社区绘本、社区传艺、社区记录、社区美学、社区创新、文化产业等等。好，对我们来讲呢，社区营造呢是人的凝聚，好在地文化的一个论述。所以呢，在我们花莲的社区营造业务呢，各位议员你不会看到像外县市的 Hello Kitty， 好在那个墙壁上随便画，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来的坚持，纵使有阻力、有困难，但是我们还坚持。好，所以这几年的坚持呢，到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我们的坚持是对的。社区营造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在地元素作为核心，而不是呢走短线，好抄袭外来的。好，我想呢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的来做。书面资料进到458页，哈，那我们要报告的是辅导创意文化产业国字四的计划。那在我们详细报告工作内容之前呢，那我们先报告一下我们对于所谓的文创的理念。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好，这个不是我们的标语，而是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一个理念，那呈现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上。所以观光业也有文化，好，然后呢优质的有机无毒的农业也有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文化，也都是文化局要关心的。好，那在关于文创的这个方面，在105年到108年4年之内，经过文化局的努力，好，那我们总共争取到7000万的经费。好，从105年到108年，这4年有7000万的经费。各位议员，这个经费比起101年到104年，过去的4年总共只有277万。好，那这个经费的这个差距呢，好，那当然是非常的非常的很大的一个进步。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好，现在钱已经到位了，中央已经核下来了，如何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口上，非常的重要。好，那对花莲文化局我们的一个政策呢，我们不会去办一个动辄2000万、30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展览。好，因为呢这个都会发生很大的经费排挤效应，与其那样子的做，好，我们不那样子的做，而是呢我们透过好非常多的一个一个的一个小额的一个补助，让所有的艺术领域、艺术文化领域好都可以呢好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做哪一些的追求、哪一些的发展方向，然后呢可以前来跟文化局来做提案，我们可以来挹注部分的经费。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就是可以达到百家争鸣，然后呢大家都能够发光发热，而不是一个特定的被特别照顾，然后呢其他的呢好通通的好没有被好没有被好没有被顾及。好，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策，所以从今年1月1号到昨天为止，文化局呢我们已经补助了大大小小的案子，总共有97个。
好，那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县民乡亲、艺文团体，还有包括我们的议员，能够充分的了解文化局刚才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机制，所以我们总共去列了11个补助简章，也把11个补助简章呢，印刷成册，然后呢，在花莲，在光复，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在南区，我们总共会办3场的说明会，让花莲的艺文界，因为这个不是只有105年，其实是从今年开始整个4年的一个机制。好，所以呢，好，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充分的了解、善用好文化局和我们相关的文创哈产业哈文创的这个业务好所投入的这些的相关补助经费。那460页我们谈到生活美学，好，在刮胡舞哈推广生活美学教育。那对我们来讲，好，那艺术文化不是只有在社会。对于学童，从幼稚园开始，从幼稚园开始的美学教育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错失了他们在当学生阶段吸收力最强、学习力最强的阶段，好，那出了社会再来讲文化，好，再来讲艺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理念之下呢，文化局跟教育处合作，好，怎么样的呢？把艺文资源，好，能够让所有的学校，包括中区、南区的学校呢，还有包括了我们广大的幼稚园、好托儿所，都能够进到花莲的公私立的文化空间，不是只有文化局自己的文化空间，公私立的文化局，公私立的文化空间，好，那么文化局呢都会好给予相关的补助，好，那我们105年呢会继续的来办，在460页刮胡7、461页哈。460页有一个刮胡2，我们都有谈到讲座讲堂，好，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我们花莲好山好水，但是我们在好山好水里面生活的乡亲，我们一样必须要透过读书，透过参与讲座来提升自己的内在，让我们的人文呢，越来越的精致细腻。所以呢，在104年，我们总共办了4场的文创讲座。在105年，从3月开始呢，好，我们呢用一个一条龙啊，一个系统的概念，全年度办理10场的艺文讲堂。好，那这些的讲座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如何透过3个小时呢，去分享人家成功的秘密，分享人家创业人生的这些的这个心路历程。那对花莲的乡亲呢，其实是会有非常好大的一些的启发，或者是参考的价值。好，那每一场呢，也都得到了满堂彩。我们也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呢，来踊跃的来参加。463页，我们继续谈到影视协拍。好，我想花莲呢，我们自然美景、我们的多元文化，还有我们的日照充足，好，我们的天候条件是最稳定。所以从一个专业的影视导演来讲，我们花莲是拍片的天堂。好，所以呢，好，在104年文化局引进了影视协拍的业务，把自己当成20个局处的单一窗口，来积极的邀请外县市的这个影视拍摄单位前来花莲拍摄。104年我们总共协拍的22个案次。好，这个以第一年执行的一个单位哈执行的业务来讲，好，那是好，还算相当的理想。好，那105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加强办理。在467页呢，我们有谈到关于松园的营运。好，那松园呢是历史建筑，那它的这个营运呢，好，那也相当的理想。在104年呢，也获得的文化部文资局，好，我们的这些的国际历史建筑的一个管理啊，维运的一个优良的啊评鉴的这个奖项。好，那我们会继续的来做最有效的管理。那另外呢，也跟各位议员报告，就是现阶段文化局呢正在跟交通部和跟中国广播公司花莲分台这边争取，我们希望呢，因为中广的花莲台呢，这个建筑呢已经被文化局呢指定登录为历史建筑，所以现阶段呢，我们在跟交通部来交涉，跟国产署来交涉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交通部所有的这个花莲电台的这块基地呢，能够无偿拨用给花莲县政府。
那这块地的这个面积呢是2910坪，好，那公告地价呢是1亿9000万元。那这个部分呢，文化局现阶段好正在积极的跟交通部好，以及跟国产署，还有跟花莲中广公司呢，我们正在交涉当中。好，那如果呢交涉成功，好，那能够来妥善的落实，好，也会为我们花莲的乡亲呢，好，在松原台地呢有更大的一个悠游自在休憩运用的一个空间。469页呢，我们进到文化资产管理。好，那花莲呢，哈，是一个非常文化资产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县份。那在这样子一个丰富的一个文化资产之下呢，我们是非常的努力的来发掘，努力的来盘点有形的文化资产、无形的文化资产。470页呢，我们有谈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好，那我们已经登录的有包括的布农音乐、帕西布布、小米丰收歌，还有格马兰族香蕉丝的编织、赛德克陶赛山里部落的编织工艺，还有赛德克藤编的工艺呢，好，作为无形文化资产。那另外呢，也包括了好，对于我们两位的纹面的老人家啊，能够登录它作为纹面，哈，纹面传统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保存者等，好，那这些呢哈都是呢我们努力的在跟时间赛跑在做的事情。472页有谈到关于我们在规划哈已经努力了2年的花莲县考古文化馆规划设计计划的这个专案。这个专案是在文资局的专案辅导之下，好，逐步的来推动来落实，4100万元的整修建筑物的经费，好，4100万已经到位。好，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会进行这个工程的一个施作，还有包括内装，好，还要再争取经费。那我们希望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来推动的话，那渴望在107年呢，好，能够来开始营运。好，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莲在考古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力，好，可以得到中央的一个专案，好，挹注相当经费的一个辅导。书面资料呢，我们进到476页，好，延续刚才所报告到的文面老人家的一个文化资产啊，无形文化资产身份好的一个给予以外呢，那更重要的就是对于老人家呢，好，几位文面老人家呢，我们是给予长照的相关的哈补助。好，那这个专案呢也是在文资局的一个专案之下能够来进行的。好，那在书面资料我们接着进到482页呢，是关于庆修院的。好，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庆修院这几年的营运绩效呢是非常的理想，它的年度的这个来客率呢已经到了已经好冲破了35万。但是也不可否认庆修院的这个基地呢相对呢是不是很理想，好，比较小，好，那所以呢对于35万的来客人潮呢是没有办法来好来做有效的妥善的招待。好，所以呢有鉴于此的话啊，那文化局过去2年我们执行的庆修院园区的扩大，好，院区的扩大增加了290坪，那也已经完成，那也包括增建了一个文创的小木屋。好，那文创小木屋定在4月23号好来揭幕落成启用，那也欢迎各位议员呢哈在当天呢前来哈来指导哈。那这个是在庆修院部分的一个说明。那庆修院就是说它除了在482页我们谈到的权利金的收入以外，104年权利金143万，103年权利金112万，除了这个以外，它也帮文化局我们自己本来有支出的150万我们省下来了。另外呢，它也支撑了10个以上的好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好一个古迹的一个有效的委外经营的这样子的给管理呢，好，得到的104年文化部文资局的一个好管理维护的一个绩优的一个评鉴，好，我想呢，文化局花莲文化局在文化资产上面的各项的一个努力呢，是获得文化部文资局高度的一个肯定。我们的得奖密度也是一样，全台各县市密度最高。那在接下来书面资料呢，我们进到493页呢，哈，我们要报告的就是关于检察长宿舍活化再利用。
好，那简阳老宿舍在节约街、三民街的这个街廓呢，好，那指定为古迹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好，那非常感谢县长呢，特别呢去跟行政院去交涉，好，那去争取呢，所以获得的花东基金2670万的经费已经到位，好，已经到位。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年啊，很快就可以来招标，能够来进行啊这个维修的工作。好，那这个专案呢，啊，是获得了我们花莲市好在地好在地乡亲的高度的重视、肯定以及期待。好，那未来呢，整件完成的话呢，可以恢复往日的荣光，好，恢复大家共同的记忆，好，我们也热切期待。那在495页呢，有提到基业开春纪念碑，好，这个周园的绿美化。好，那这个工作呢，在我们在地的庆丰村的村长的一个全力的配合之下，好，那也在吉安乡公所呢，把好这个吉安好客艺术村啊的一个这个围墙啊，那这个也拆除了以后呢，所以现在的好客艺术村跟我们的基业开春纪念碑的这个古迹公园呢，哈，已经做了最好的一个衔接。所以从旅客或者我们乡亲的观点呢，好，你其实可以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友善、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好，那我们也一直跟吉安乡公所呢，大家两边有一个共同的期许，如何的让庆修院以及吉安的好客艺术村呢，成为一个双轴心的概念，好，能够呢促进吉安的一个繁荣，好，透过文史的强调以及论述。那我想呢，我们的报告呢，就简要的说明如下。我想呢，我就稍微做一个结论，哈，那在花莲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花园的幅员实在是太辽阔了，好，那北中南以及东区啊，东边啊，海岸滨海的这些均衡的发展，好，我们一直念之在之，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乡亲权的乡亲的文化权呢，都必须要受到重视，必须要落实。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文化局会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好，我们的努力呢，好，除了大花莲以外，北区以外，我们在中区、南区还有滨海，好，我们的努力呢，一样的，好，要落实。那第二点呢，我要报告就是说，就诚如我刚才讲的，105年到108年，在花东基金之下，我们的艺文的资源相对是比以前好多很多。好，所以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的艺文界，好，我们的艺术文化工作者，好好的把握这105年到108年的这4年的时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开花结果，我们可以欢呼收割。那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文化行政的工作是非常的细腻，那非常的繁复。好，那我们愿意率领文化局全体的同仁呢，全力以赴。好，以上说明如下。好，敬请各位委员指教策立，敬请各位议员指教策立。谢谢。谢谢陈局长的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10分钟。
拿那张票。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始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你不是议员。谢谢我们这个张副议长哈，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跟两个局处来做请教和意见交换。首先是民政处哈，这个谢长廷在他施政报告的时候说呢，他坚持六年的八部政策他要松绑。那本席想要了解是他的八部政策到底松绑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他为什么这个突然要说松绑？是因为我们花莲财政的困难，然后才松绑的吗？那他松绑的程度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花莲天然资源的观光财？好，这个请民政处回答。那另外哈，这个镇南宫哈，那个大甲妈祖，它绕境刚刚结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甲妈的这个绕境的产值是无法估计，是非常非常多的哈，甚至引领全台湾，它的附带的一些的这个产值其实很丰富哈，文创产值非常丰富哈。那我们每一年，我们已经举办了五六年的五教合一，五教合一的到底它的产值是如何？那其实本席有个建议哦，这个五教合一在祭典举行的时候啊，那像我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那你的五教里面的基督教，你是请到的，其实它不算是正统的基督教派，其实也无妨嘛哈。但是我是建议啦，这个五教合一是不是分开举办？因为呢，我们每一年是固定时间举办这个五教合一，你是把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分开来，然后你做成一个。如果是基督教徒的话，你可以请长老教会派系，请全台湾的长老教会到花莲做一个大会师，甚至天主教徒哈，他们其实有什么圣月啊？因为我们许淑玉许议员是天主教徒哦，你就固定在那个月，你做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弥撒。那我想，如果你请了全台湾的这个不同教派的人来到花莲县，那用小巨蛋做一个盛大的一个不同宗教的仪式。他其实来一定要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你是不是会创造另外一种不同的产值？所以这个五教合一举办了那么多年，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转换？我们请民政处来思考一下。那还有就是这个我自己有 举行一个专案，就是105年的时候呢，各医院的附设的停救室要停用。那很感谢中药旅宿科，他其实要帮助我们这个花莲市公所，因为他到时候量体力不够，所以目前进行的是你的殡仪馆的这个设施肯定要增加，可是是临时建物的部分，但是最后还是必须回归到最后，就是我们的殡葬园区六年了哈，殡葬园区的进度到底如何？你的土地到底悬而未决，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因为这我认为这是副县长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之一啦。如果他不能做的话，我想未来的县长也无法做施行哈。所以殡葬园区对整个花莲的一个这个海岸的规划，其实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啦。到底现在我们的进度啊，是不是要跟这个我们县会报告一下？那另外呢，本席在上个临时会的时候有提案哦，花莲县后备军人公园的整修案，这个案子我希望民政处能够重视哦，它的经费大概需要300万啦。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就是进度如何，希望把这个进度都一定要跟本席来回报。那再来是文化局的部分哦，那在县政府的几个局处哦，文化局的活动力跟绩效是很受肯定的啦，包括刚刚局长在报告的时候，你们得奖无数。但是我觉得最实际的是，当你的演艺厅，当你的任何的艺术活动可以让县民感受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尤其哦，你这个身体力行哦，你把文化跟这个产销的这个合一，这很重要啊。为什么呢？艺术家他其实不是艺术作品的展出而已，他的实际上的回馈哦是很重要的，或者销售如何哈？其实借由你的展出，其实他们都被看见啊。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啦。我看几个局处需要跟你学习，包括原型处的部分哈。他那个产销的部分一直到现在无法建立，我也是很纳闷，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另外就是你的文化艺术馆的综合报告书电子档是不是一份来让议员来了解一下你这个硬体设备到底是如何。那另外昨天县长在施政报告的时候有提到24小时的智慧科技的图书馆，特别概括的跟这个议会来报告一下，因为你现在要做评估嘛，
那评估现在议员只是要一个地点哦，那是不是有第二个地点，或者是你们认为你们的基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议会来做一个稍微的报告？那另外那个街头艺人跟邓大门合作案哦，我是认为那个非常的值得肯定，但是我更建议哦，就像是处长讲的哈、哦，这个局长讲的哈、哦，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周休二日的时候，在各定点的这个这个风景区，甚至在金三角，现在花莲市非常非常多的旅人哦，在这个街上拍拍照，那是不是建议开放几个金三角的固定地点呢，让他们也做演出啦、啊？不过大致说来，我是认为文化局的成绩哦，真的是值得我们这个推崇的啦，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以上，谢谢。有没有议员要发言？许淑云议员。谢谢副主席，对不起，谢谢副议长。我想补充，不是议员所说的哈，我们办的五教合一，其实我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给处里面做参考。其实我们办那么多年，诚如我们议员狄布斯议员所说的，他的效益有多少？我有一个建议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十二月定为我们花莲的一个朝圣月？其实它就是台湾所有宗教的朝圣月。我们五教合一，其实我们的教会不止五种教会，五个教会哈。不止五个信仰，那我们可以把十二月定为朝圣月，那每一周定为各宗教周，比如说我们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真耶稣教等等，我们每一个礼拜定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周节，啊，一个礼拜就来办佛教的，好。那全台湾就知道，在花莲十二月的第一个假设，第一个礼拜它是佛教日、佛教周或是佛教月，啊，第二礼拜以此类推。我觉得这样久了之后，大家对于花莲在推宗教礼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人家会认同，啊，人家会认同。只要一到了十二月，哎，就会来花莲朝圣。比如说我们天主教。我们天主教里面有，新城天主堂，哦，名利上的小路德的圣母朝圣地，其实还有卓溪乡的卓溪天主堂等等，它都是我们教会的朝圣地哈。其实你可以这样的设计呀，到了十二月的假设第三个礼拜是天主教月日，天主教周，那这一周我们就针对天主教的所有盛事的活动来推动，相信这样的效益会更好。全台湾的天主教友在他可以设计，因为十二月是降临期，天主耶稣降生之前的降临期，他是在天主教里是一件非常大的盛事。如果可以这样配合的话，每到十二月的第三个礼拜，假设哈。全台湾的教友，其实他们每一个教堂，他们就可以组团来花莲参加每一次五教合一办的，在教区里面办的那一堂弥撒。我觉得这样的效果真的会很好，会很感人呐、啊。哦，你现在在德兴运动场，五个教会合在一起，说真的哦，没有办法感动人心，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感受，这么多年来。所以淑云这样提，建议，希望处里面大家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讨论看看，哦，可以讨论看看，哦，我们不要说你游行，所有教会都一起游行，教友他不能接受，真的不能接受，哦，那处里面办活动每一年都那么辛苦，我们是不是可以检讨看看？检讨不是坏事吗？这是好事情，我认为这是好事哈，所以提供给处长做参考。我要在这里真的要称赞文化局哦，狄布斯议员他很难得称赞别人哦，他今天可以这样说，功德一件哦，功德一件哦，文化局加油，辛苦了，谢谢。刘淑珍议员。
谢谢我们主席啊，张副议长，我们两位两个局处的同仁以及我们议会的同事，我想哦，刚刚我们迪布斯议员跟我们徐淑议员哦来赞赏的文化局，那本席也愿意来分享哦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我相信哦，刚刚最认同我们局长说的，就是这个艺术文化的教育扎根，从幼儿就开始来做执行。我相信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看到了我们文化局哦，对我们未来文化推展哦，已经在执行的这样一个部分。第二个呢，是我们文化局在去年办的阿拉善的这样的艺文交流的实艺推展中哦，也把我们花莲的艺实呢推展到国际去，让我们国际的人看到了我们花莲的玉石发光发亮，这个也是哦缔造奠定我们花莲非常好的一个形象，跟我们花莲玉石的美丽哦。再来哦，刚刚听到我们庆修院哦，35万人次进入了庆修院。说真的，本席进入庆修院的时间非常的多，往那边往返的次数也非常的多，看到我们庆修院的工作人员真的很尽心尽力的在做执行，跟过去有别，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跟概念，他们收了基本的入门票费，但是呢，入门票进去以后，可以来做一些呢创意的一个兑换，或是一个创意的思考，也让我们呢活络了整个庆修院的一个执行哦。更重要的是，不定期的活动里面，让我们感觉到在执行的内场里面，他们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创意。这也是我们哦好就必须说好。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改进的就必须要改进。但是呢，在这边呢，本席要分享一个我们文化局典藏品的外界的一个流通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典藏品当作是一个艺术，跟我们全县甚至于呢外县市来做交流，来做欣赏，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艺文无价。但是我们如果呢定用了我们的租用办法，定出租金的时候，那可能呢就会有不同的感觉跟想象了齁。所以本席觉得我们的艺术品的租借当然使用者付费，我觉得保证金比租金更重要，因为一个典藏品它可能是无价的，一个收藏品它可能是价值，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人而异的价值在里面。如果我们定了这样的租金到底是要高还是要低，高了就觉得这个价值比较高吗？低了，那这个艺术品它的价值就比较低吗？但是它如果出借出去，我相信它受损了之后，那这样的一个都不是我们要乐见的哈。所以保证金跟租借金的这个中间要取得平衡的时候，就是我们文化局要展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们的艺术品出借之后、交流之后回来的完整性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收藏价值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我们的艺术品不一定都是我们自己好来收购的，有的是捐赠者，或者是我家这个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于三代的这样的一个收藏，我今天把它捐给了我们文化局，那我们是不是有看到文化局有表扬、有认同？有谢谢这一位捐助人，我是没有看到了哈，我不知道我们文化局是不是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个表扬可以做两个，第一个表示我们的感谢，把他的收藏、珍藏，甚至几代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来做分享；第二个，我们也要让社会都知道说，我们的艺术无价，有这么样的好心人愿意把我们的艺术价值来作为一个回馈分享的这个部分。再来就是我们的民政处哈，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居住人口哦急剧的增加，我们的新盖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哈，尤其在我们吉安的部分呢，会有非常明显的增加。接下来呢，也是我们青年住宅要推展这么多的户别，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零的一个编制问题。第一个零的增加，第二个零会关系到我们的学区问题，
那我相信哦，这样的一个分项，我们的邻里分项，必须是很细致、很精致的思考来规划。好，所以呢，我们希望民政处在未来这样的一个编列跟分项的时候呢，必须要兼顾到呢我们居住的一个部分的考量，不要说一条路，然后呢分成两邻，然后呢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困扰哈。第二个，我看到了我们民政处啊，真的工作是五花八门啊，大家非常辛苦哈。除了法律咨询，既然外配的一个生活适性的辅导也落在大家的身上哈。那本席一直在讲，很多的局处室都是横向的联系，不是单一的问题，所以外配的问题，我看到我们的辅导的一个成效是40%哈，我觉得也蛮感伤的，因为我都在做社会福利，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社会处来做一个横向联系跟连结哈，当然这也跟社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外配的一个生活适应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做横向更好的思考，然后把外配的一个生活的关心跟机制的一个推展做得更适性。再来哦，现在我们的替代役能的部分也产生了一些呢，我们很多的问题跟适性的辅导。替代役能有专业性的，有特殊家庭来做一个申请的，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我相信哦，条件法令的规范它是死的，但是呢，我们在于法理情，在法的限制之下，我们还有道理，还有情分哦。我们希望我们在办理的时候，可以把它转换一个角度，我们把它用成情理法，在我们的法源的保障之内，能够来先哦听听他的情，他的理，然后让我们各式性的，让我们的替代役男哦，可以呢做一个更符合我们弱势家庭，或者是说特殊家庭，或是特殊个别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要件的一个协助。最后呢，我要认同我们民政处的是，我们可以在乡亲的一个邻里里面，我看到了我们的主任、我们的秘书都在参与我们所有的这个公祭或者是服务的场合。其实这样的一个编制跟配置，也让我们哦很多乡亲直接看到了主任，直接看到了各乡镇市的秘书，可以在这样的场合里面，直接跟我们的主任跟秘书来做一个这个请托，或者是询问，或者是协商哦。那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把个人的个资讲出来，也就是我们庆丰有一个阿娟，也得到了我们哦吉安主任的协助。我觉得很多的，因为现在碍于各自的部分，很多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跟乡亲说明这个人的各自部分，但是我们可以协助他的是怎么样来完成他所受到的问题跟困难的内容。我觉得这样才是我们五星县长哦，把人民乡亲的事情当作第一位服务的要件。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两个局处室能够把我们哦更亲民、更爱民，怎么样服务的这个部分呢，做得更好。当然，民政处是首当其冲，因为你们就在各个乡镇市里面哦。也谢谢大家，谢谢。施惠平议员，主席在场的各位大家好啊。那我想，首先我们针对文化局的部分哈，那文化局在推动阅读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琢磨很深，也很有成效，那本席相当的肯定。那但是呢，我这里还是希望呢，能够文化局可以结合教育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阅读有分两种，一种是纸本阅读，一种是3C的产品阅读。那在纸本阅读上，事实上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动的是这个部分，那它可以去训练一般读者的一个静心也好，定心也好，或者扩展他们的一个领域，一个认知的领域。那但是将来3C产品它可能也是一种文化。那以现在3C的产品来讲，有非常多的家长跟本席反映，就是希望他的小孩子阅读，但是因为现在3C产品太泛滥了，包含社群网站还有游戏，他们非常想把孩子拉回来到阅读的
这个区块，可是发现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好，也觉得力有未逮。那这个部分呢，我想说这个文化局在推这个阅读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能与时俱进，如何去可以去如何宣导或宣传，将3C产品用过量的一些儿童或者是读者能够拉回来。那当然3C阅读它有它的优势，它的可能是比较环保，可是相对的对于眼睛的伤害，或者是对于一些声音蓝光的一些对身体的一些影响，其实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可以去做探索。好，那这个部分会跟教育处也是会有相当密切的一个连结，希望这个文化局在推动阅读的时候可以朝这个部分再去做思考跟经济。那另外呢，在这个民政处的部分，刚才有议员有讲到这个法律的咨询，事实上我们议员或者是民意代表我们都有一些法律的顾问在我们身边可以去提供一些服务，但是本席发现有非常多的民众当发生到纠纷或发生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走那个途径或者是协助。那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在清明时间有服务200多个案件，那可能是结合清明时间的一个部分，那是不是可以去结合行研处去做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法律的咨询服务？那可能不需要太初步，我们不用跟律师去抢饭碗，但是至少让民众知道说我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去寻求哪一些途径。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服务得到的地方我们很乐意，可是我相信我们服务到的民众可能不及是十分之一，好，甚至是呢20分之一，那其他没有办法被服务到的人，他可能就非常惊慌恐惧。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这民政处可以跟行研处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去把在清明时间也好，在1999也好，好，怎么样去把这个法律咨询的部分可以扩大跟延伸。好，以上，谢谢。许淑云议员。我要补充由淑珍议员刚所提的户政业务处长，我要跟处长报告，自从殡葬等等，包括清明的送花、鲜花等等的业务，在各13乡镇户政事务所的业务增加之后，我可以跟处长说就拿我秀林乡的主任来讲，户政事务所主任，他真的是忙啊，除了自己户政里面的业务之外，假日都要出来。我们没有说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假日出来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业务量的增加，致使13乡镇的主任他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户政事务所里面，有一些业务是需要主任来亲自处理，或是说内勤的工作可能也是需要主任来代理。秀林乡公所秀林户政事务所自从这个业务增加之后，就主任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已经有2个员工离开了，他请掉了。请掉的原因我们跟他们聊，就是现在什么事都丢在我们户政事务所，我们真的是人力不足，然后人心没有办法留住。我想13乡镇的主任都在视听里面嘛，我认为你们应该适时的把你们所面临的这样的困境跟处长报告。我这里有一个建议，是不是我们有南区服务中心、中区服务中心，甚至我建议再成立一个北区服务中心，服务我们新城秀林。那这些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又把这些业务交给他们做。处长，我可以很直接说，我这样说可能会对不起赖主任，其实他很认真的，服务中心的人真的是轻松到没有话说，轻松到所有的包括他对我们说哪里有缺，是不是帮我们关心一下的
公务人员好朋友们，他们也说，如果南区服务中心可以增设的话，啊，增加员额的话，我们也想全面服务。如果可以把这工作请服务中心各区的服务中心来做，真的可以减轻户政事务所的工作哈。处长真的真的，石山乡镇的户政事务所主任真的很辛苦，假日如果他自己的乡镇室内有人办丧事的话出殡，他也不好意思麻烦他自己办公室的客员啊，所以他就只好自己参加。还好哦，我们这里的户政主任我看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夫妻感情可能都比较坚定哈、哦，要不然你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哦、我都出门，尤其我们原住民只要是礼拜六礼拜日就是好日子哦，那丧事都喜欢在假日办嘛，亲朋好友来也方便。我真的看到我们邱主任哈、哦，我说真的还好我没有先生，可能我如果有老公的话哈、哦，我每个礼拜看到的最辛苦的男人就是我们邱主任了。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看到他，只要有丧事的话在秀林乡。处长我要说这些主任真的很辛苦，那他的客源留不住的话，他一直换人，然后一直甄选那个客源进来，也对他们是困扰。再来我们要不要检讨人力足不足，如果这个业务还是继续在户政事务所执行的话、哦、我们要检讨人力足不足，要么补人给他们，要么我的再一次的建议就是转到各区的服务中心来执行，我相信会更落实。这些区主任就是东区南区甚至在成立北区，这些主任哦身经百战啊，太厉害了，跟对方的互动哈、哦、相信他们来推动会更落实。谢谢郑乾隆议员。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哈，还有我们县府两位局处长，还有今天议会的科长，还有本会的议员同仁，先请大家早哈。那首先，本席针对我们民政处的业务哈，那我这边有几个意见呐哈。第一哈，我们政府的设置，公家机关的设置，就是要便民服务我们的乡亲嘛哈。那坊间很多就是因为他要申请门牌的部分，当然就到我们各乡镇的户政事务所来申请嘛。当然我们公务人员是依法行政嘛，那本席是认为说我们电力公司我们自来水都可以跟他装设电跟自来水的部分，那唯独我们户政事务所好像考虑到就是说一些相关的设施不允许，所以没有办法来配合哈。我想哈，我们的县民既然有那个需要，我们要尽量来协助他了。其他单位都可以协助，唯独我们户政事务所不能协助。我想这一部分可能要去研议一下哈。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在大马路旁边有一个设置一个所谓我们有申请一个啊，不管是农业相关设施也好，还是说我们所谓的农舍也好，当然他申请是一个主建，可是他在相关的证件取得之后，那后续会延伸了很多的建筑物出来，那相对的我们的门牌也相对的都可以协助他，那唯独有些为什么不行，我想这技术上问题可能要请我们处长还有我们户政事务所我们认证的同仁来以了解协助吼。那第二点再来就是说，那这几年来我们在我们所谓的清明节的时候都看到我们县民吼爱民如子吼提供了很多的我们的鲜花啦矿泉水甚至手套都有，我想这是让我们的百姓有感吼，感谢我们的政府来体恤我们的县民。可是本席这边要建议啦吼，我希望吼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县民是长时间性的，不管软体硬体的部分我们都要来协助啦，
我们看到很多的牧员我们的子女一年可能到牧园去了一次两次，那平常我们的先人埋葬在那边，感觉上是非常的凄凉我想公共设施的部分，唯独只有我们政府机关要主动来协助，因为很多的墓园里面的连外道路的部分我想里面都是蛮泥泞的啦我们的百姓要进出也不易。那我想可以挪了一部分的经费，把我们墓园的连外的道路把它做完整一点，也可以说我们再花一点经费，把我们墓园的周遭的美丽化可以加强一点想这个比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年在我们清明节的时候来送那个鲜花还有那个矿泉水我想是来得更有意义一点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刚才本位的议员同仁有在提到，就是所谓我们殡葬议员化的部分那本席在这边要建议我们的处长我们的殡葬议员化未来是我们的趋势当我们在选择我们的殡葬议员化的地点的部分我们要考虑我们未来我们所谓的殡葬议员化里面的设置，就是要有殡仪馆、纳骨塔，还有火葬场，甚至于餐厅、旅社，这个一并要考虑下去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未来的原址的部分它的腹地一定要够大，它周遭的环境不能尽量不要去影响到我们周遭的百姓的日常作息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未雨绸缪先去考虑这个地点，地点很重要。如果地点不适当的话，也会产生的周遭的影响，也会造成地方的一个困扰，相对的也会带来地方的一个抗争我想这个以上这三点那提供给我们邱处长来了解与协助那本期的就钟志才议员，我接那个郑乾隆之议员讲的讲了其实他刚刚讲到殡葬议员化我讲上个月就好，三月底过去离咱环境服务一个我较好朋友，因老爸翁先去，我去市立殡仪馆去谈人像的时阵哎，好像你下面来粘呢，一个已经往生的老人家，放你殡仪馆，既然是客满，甲放外口哦，尤其放外口，你才好像来粘呢。你面的罗尾是看得了，我去店面看得了，因家属煞提白布为面来盖起来。我现在讲说，其实今卖人大多数哦，拢无要厝的办丧事，只拢要用那个殡仪馆去啊，尤其花莲市区。又道路这么狭小，政府只能鼓励百姓去殡仪馆。那问题呢，就出在这里。现在花莲市、花莲县这一个殡仪馆，这一个花莲市北滨，在那个地方，已经去四五十年的殡仪馆了啦，跟符合这个时代，而且数量又少，那几乎拢各满呢。你讲这，咱每一个人都会拄到啦。人往生者对往生人敢有一个尊严，对家属敢袂该遗憾。所以，而且从明年开始那个处置长，其实这个议题我是这个总经理来问。要看，哇，从明年开始，所有大小医院不能有太民间的也不能放遗体它有规定几小时要把它移走因为你过去各大小医院的太民间又不能有殡仪馆以后，那你这些往生的人你要放在哪里？这早就要做的东西了嘛。像郑天总讲，我们要演化，起码。哇！你顶讲话，甲观众讲过啊。这是民生的生活，大家拢一定爱解决的物件。叫呢，每年已经要废弃啊。甲你即马环境，我即马都无做啊。殡仪馆就放在那个地方。那个先是说人，等要出来算，讲咪迁移殡仪馆，到现在没有迁，还是在那个地方啊。你看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哦。结果到今天呢，也没什么配套，就是坑伊啊。而且，应该我哩总主席，我嘛甲观众讲，我嘛做地点出来。就是慈云山那火葬场啊，旁边有公墓，那不就这么大？设在那个地点最好，因为花莲县的人口数，就是它的环境长方形的，这等哎，你人到花莲区，竟然只占二分之一强哦。你讲点那边设立有利啦，贵不贵？
反正去跟家人跟美琪买戒烟嘛，你应该设店就是戒烟。我在场那个地方，被抗议的人可以出来讲，我等你可以稍微空地位啊，跟哪个反对？反正你找地人出来嘛。这人必须要做物件，你统一管理的，你找一公地位最公平。有什么意见大家提出来，我地留出来的地方，跟哪个反对？对不对？啊，有别人去做，不是大家撞嘴讲嘛？大家选举加选票，要抗议对打麦反，到底每人都抗议啊？这个是要做的东西。我建议邱处长靠别的，其实你们今天邱处所长，你拢是最近拢转接的。我管你们在给你来做处长嘛，爱负责任。你早就要做东西，不然这个还是没有做。我讲，干脆我抗议啊！每年开始大北营、小北营，未使太平间，未使更具体啊！啊，是不是前两个字啊？即摆更没，即摆就更没，卖讲明年啦，即摆要去就更没对啊啦！大家排队更外口，啊，伊哩更加好钱，咱哩占有尊严吗？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赶快去处理。我地就选那个地方最好啦，只有陈以宏那既然那个地方最好，啊，你人又少，如果要抗议，叫他们出来抗议，在他们讲个地方。而且一言化最简单，你会设立呀？我会送你，可以再坑林固他。我说不对的地方呢，上下面嘛。所以啊、哦，邱处长赶快，真的就加一公平位。那哪个反对理由是什么？加讲出来了啊、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那个徐勇在讲啊、哦，既然后排处参加当然是来了，人情世故，但每一家看最近去，那公平起来啦。有蛮新人去，国外见，你像迄个人嘛去，人家吼、哦，迄、那个组长啊，大家拢有家庭啦，好不容易周休二日，啊，要陪伴我，今你搁叫伊去，员工爱来剥削了，是真的啦，好不好？好不容易有一个周休二日，要陪伴我，今你搁叫伊去啊，有一点吼、哦，没有啦，真的要吼、哦、调整一下，好不好？哦，我对这员工这公公听起来啦，无公平啦。有当下一挂物件吼，该先务员该提出来就要提出来，要据理力争。哦，我唔讲叫你甲管理小妹，唔是用你的专业，用你角度去谈管理税务，这才是处长的作风嘛，对不对？为你们部署来争取他们的权益嘛。哦，第二个就是那个刚刚那个，给学界阅读测验街吼，那个陈局长，我看到你的计划书了啦。其实你的计划真的，你没有做什么，你只是把它。为了设立图书馆而说一些没理由言辞而已。里面我看到计划书，里面有什么数字？没有做过经过民调，就你阅读的孩子会这么少，是什么原因？你们都没写出来嘛？你们都没写出来，到底为什么嘛？今天设立的图书馆是为了让小孩子阅读嘛？因为现在阅读力这么少，小孩子不喜欢阅读，是不是说你设立图书馆要用来去读？不可能，这还是用教育着手啊！小孩子买阅读是要用教育嘛？用专业去教导出来的，而不是设立图书馆以后，你哪有去阅读啊？嗯，安尼加谈啊，啊，整个花莲市都设立图书馆呐、啊，整个花莲县都设立图书馆，不是很好吗？我们素质不提升了，而且那地点哦，真的，明天要开专案会议了，到现场我再讲好不好？我希望哈、哦，那个计划你要再详细一点好不好？郑乾隆议员。好了，谢谢啦齁。其实我们县议会议员都非常关心我们所谓的冰上一言化的未来的地址啦齁。那我想说要一个地方要规划齁，我们要考长远的地来考量啦，它的腹地一定要够大。不要说因为某些东西而去迁就它。因为一个政府一个主施政齁要长远规划啦齁。多方面考量。也不是说一定到哪里不行，一定说到哪里行。当然，我们还没有在作业之前，我们还没有设施之前，我们可以在纸上作业，完善一点，我们来落实我们那个基地来开发那个基地来调整，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呐、啊。哦，所以说还是要长远考量，它的地点是要非常审慎来选择哈、哦。这是本人的一个建议，谢谢。林秋美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哈，副议长，还有秘书长，还有我们两处的处长，还有各一级主管，啊，还有我们副政事务所的主任。
各位议员，还有旁边的媒体先生朋友，大家早。非常高兴哈，这个时候是交换意见。首先哈，民政处长辛苦了。我们刚才也听到我们所有的议员哈，在关心我们复政事务所13个复政事务所的主任的辛劳。好，特别是我们吉安乡主任哈，我经常去烦他哈，很多人民的陈情案子。好，他能够把我帮忙我服务民众处理得很好。那其他乡镇我们也都知道，主任哈，刚才我们议员也都在讲，假日是你们要跟家庭互动的时间哈。处长能够不让我们主任代表着县长到我们活动场所去参与的话哈，就让他们有休息的时间。休息是要走更远的路哈，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公务上哈发挥哈。这个部分哈，处长听听我们议员的建议，跟县长反映哈，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殡葬一元化的部分。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就是说每个我们以前原住民是不会在外面办那个葬礼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都会到殡仪馆去参加那个很多家属都会在那边办那个葬，就是说出殡哦，都会在那边，可是每次都很难去，只有三个大堂，花莲市殡葬的只有三个大的主堂，有时候都借不到，我们就在旁边那边办那个殡葬追思礼拜。我是觉得是说哈，花莲县这么大的一个需求哈，我们是不是积极一点哈，赶快把这个殡葬一元化的那个地点，当然大家会有意见没有关系，然后坐下来来做一个沟通，赶快把我们花莲市的殡葬一元化能够完成。因为我知道台北市的殡葬一元化做得很好哈，啊，我们可以去参访他们，看他们是怎么做。好，这个部分哈，我还是希望我们民政处哈，更努力的、更快的时间去把它完成。还有我们刚才其他议员也有讲到，我们宗教礼俗的部分哈，我是觉得上次我有到墓园去，有人在发放那个鲜花跟那个手套跟那个矿泉水哈，很多人是说。有的不是真心想要去拿那个花，而是看到他是认为是说你们没有消出去也可惜，好，他自己已经买了他祖先要祭拜的花，可是就是因为看到你们有摆在那边，又怕你们没有人拿，所以有的人就说啊，崩塌啦，崩塌啦，啊，这个部分是不是把那个经费可以省起来用在别的地方哈？我想这个很多议员都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回去也做一个讨论看看，好，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来去做一个其他变相的一个服务？然后还有我们坦白讲，宗教每个宗教我都非常认同我们。五教合一的部分，徐远还有那个迪布西的人在讲，我们宗教特别是我们那个基督圣教会，基督圣教会跟天主教还可以包容，哦，跟其他的那个一起祭拜，可是我们基督天主教哈，我们的总会是不允许，哦，跟人家一起来祭拜。那可以不可以像那个许淑云讲的一样，你就定像我们复活节或者是我们的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朝圣，哦，就固定让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就每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让他们去培灵会啊，或者是去参与一个祭拜，让他们去朝圣，让全外县市的人也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检讨来改善？好，五教合一这个部分我非常认同，可是，在宗教祭拜的不同形式的方面哈，我们是不是要考量一下哈这个部分？然后针对文化局的部分哈，我想请教一下文化局哈，在我们438页这边哈，有举办那个2007年海峡两岸。暂时展前的切磋哈，
你要带了100多个人要到大陆去哈，这个是什么样的活动？我不太清楚哈，稍微事后给我一些资料，让我知道是说你这个经费的挹注是上面补助款呢，还是我们县级补助款哈？我想花莲是石头的故乡哈，这样子海峡两岸采撮哈，我想就是等一下啦，我再讲啊，你还没有讲好，不要这样啊。我想文化局哈，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你提供资料给我，就是花莲县目前登录文化资产的部分哈，它的经费哈，向我们中央文资局申请哈，争取之后，如果说向中央争取没有争取到经费，我们县府评定优秀的团体哈，争取不到中央的一毛钱的状况之下。又是我们地方评选出来的优质的团队哈，那你们后续的对他们登录已经登录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有没有后续的辅导或者是经费的挹注哈？这个部分是不是那个文化局局长可以让我了解哈？我是觉得是说能够登记为我们已登录的无形资产或者是有形资产的团体，他们都是非常优秀，也需要我们政府去关心啊。还有我们明年像你们要做十亿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原住民的麻药石雕艺术家哈，我是觉得是说我们文化局的关心不够，还有一个新城乡有一个长障的陈俊明木雕师哈，也没有人去关心他哈，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局长事后再去了解？谢谢。施金树议员，我们大会主席，我们这个张副议长哈，还有我们今天的县府的我们的文化局哈，还有这个民政处的局处的这个处长，跟所有这个团队哈，本会的各位议员同仁先生、女士、小姐，议员诸公哈，还有我们在场媒体女士、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哈。早。这个非常的一个感谢哦，也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赞赏我们议员诸公啊哈，所有相当的都有蛮有远见哈，大家都来集思广益，也大家都来提出蛮好的一个见解跟这个看法哈。我想这个殡葬哈，一言哈，一言化的这个生命延期啊，我想是一个不只是现在啊，未来的一个趋势哈，都是从过去台湾，当然一个国家有它的原来一个民族习俗跟这个文化哈，那过去的话都是土葬的哈，那在这几十年来哈，从这个北部这个南部哈开始这个有这个火葬哈，然后从这个纳骨塔，再来的话，我想对这个土葬哈，这个以前的一个习俗啊，慢慢的都会改变的，从变成一个这个火葬哈。那我也就曾经在好几年前哦，就在上一届哦，也曾经提到，就是希望我们花莲县哦，做一个甚至于是全国级的，甚至于世界级的一个殡葬的生命延期哈，把所有刚才议员所提的哈，各位的蛮好一个见解，蛮好的眼见哈，变成生命延期，殡葬一元化。我们看到台北哈的金宝山哈，其实我们花莲有过那种条件了。花莲属于一个一句话说，好山好水好地理好人文哈，好的环境哈。那把我们花莲哈，我想，在我们花莲呢，不只是要做的哈。做的50年、100年，甚至200年哈，以后的话，相信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已经做古了。可是呢，这个到几百年以后呢，还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也非常的一个哈，这个生命延期哈，比金宝山还金宝山哦。我觉得就是说，啊，未来不只是在花莲，刚才我们庄议员，甚至是郑乾隆一样，好几个议员说在北区。甚至于花莲一个轮廓结构在北区的占2/3强，甚至于中区以后南区都可以用得到哈。那我想就是说，也不影响到市区的交通阻塞，同时要朝向一个国际都会哈，也不能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北边的这个，我想殡仪馆哈不符使用，而且又是老旧哈，
那么是不是考虑一个做50甲、100甲的这个生命延期哈？那过去的县长也曾经我本席提出一个建议哦，曾经在这个朔风乡哈，我们的叫做平野段哈，50公顷的生命延期的规划，像现在在可能花莲是吉安乡不堪，可是呢，我们这个议会的，我想我们的徐姐议员呢，徐大议员，甚至我们的这个叶坤景议员哦，会受到很大压力，可能他们都不会赞成，会反对呢。可是呢，相信反对，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透过我们议会呢，我想大家来做速度的一个沟通呢。虽然是反对，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乡镇呢，做下去，相信呢，我们这个回馈金啊，做一个公共造成，我们的殡葬生命延期呢，用公共造成，像当初我提的砂石公共造成，甚至于我们的这个矿石这个特别税，那我们用了公共造成呢，过去我们在这个建设公司盖的是阳宅，但是我们县政府用的盖这个公共造成盖这个阴宅，我相信我们目前这个金宝山啊，甚至我们这个华山啊，甚至红华寺啊，一平房子一个房子啊，130公分啊，就比一平卖了10几万了，甚至有的在什么地藏王菩萨的啊，也卖了20-30万，70-80万都有，是不是我们盖的就是50甲、100甲，最大的把这个所有历代停车场，包括东南亚最大的这个地藏王菩萨莲花池也挖了最大的，甚至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景行厅、怀殿厅啊，什么都全部是包括这个停尸间都是做的最世界级的，甚至于家属的休息室也是做最，包括整个像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松城号啊，什么这个大岩啊，什么，但全部都是移到那边，树栖绝对不能有这个所谓这个全部画一个殡葬园区，甚至以后的话，包括我们县长所举办的五教合一的，甚至基督教、天主教、巫教、佛教、道教，总共5个塔，全部每一个教区都有它的一个塔位哈。甚至我们都附近的包括挖的这个莲花池，所有这个土石啊，全部弄到最后面的一个，弄一个就是有造型的一个假山哈。我想如果有部分的土葬的哈，到什么方向啊，用那一种就是椭圆形的、八卦形的，什么方向都有，甚至把这个土葬变成一个公园的一个土葬，甚至火葬场也是做最标准的这个火葬场，说火葬。包括整个民意代表、整个家属、整个这个亲朋好友，举行这个公祭礼以后，后期甚至有时候交际比较广的，这一天跑完就可以跑到那一天哈。所以，我想整个一个哈，未来50年、100年所有的这个这个殡葬的事情哦，都可以完整一个解决。甚至我想我们花莲有过那种条件，我刚才说花莲一个好环境、好地理。甚至我们花莲好人，我们有世界级的证严法师。如果我们把这个变成这个公共造成设立完成了以后，只要请我们的这个证严法师哦，做个世界级的超级水陆大法会哦，相信所有台北的、所有外县的，甚至世界的所有老人家的骨骸都拿到花莲，来花莲顺宗祭祭拜祖先，来花莲观光2-3天，所以把花莲的一个好的一个好山好水、好的地理、好的文旅。轮轮带动哈，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局处我们的县长、我们的这个民政这个局长哈，所有民政局处的大家能够多多的这个脑力激荡的，大家能够集思广益的。我们刚才我们本会的议员呢、啊，很多所有多数议员都是有这种很好的看法，希望我们的花莲县哈朝向一个世界级的比金宝山还金宝山的生命延期哈，用县政府的多一笔。收入公共造成，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如果是用在那个轮烟稀少，而且土地又辽阔的平野段了、啊、那一个部分呢、啊，相信有前任的县长已经有对那个土地，包括整个都有做一个初期的规划哈。相信我们的副县长、我们的民政处长、邱处长，所有民政处的所有团队哈，大家共同来在这一轮里面共同跟我们所有议会的同仁，大家共同来提出广益。大家共同来推动、来协调，相信我们的徐姐议员、未来的乡长，甚至我们的叶坤景议员哦，相信，虽然是反对，可是他们一定会接受。谢谢。
魏家贤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哈。我们民政处跟文化局的所有一二级主管，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针对我们民政处的部分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有关于新移民、新住民、外籍配偶，其实我在前几个会期有发现，很多公部门的单位对于名称的统合，有的叫做新移民，有的叫做外籍配偶，有的叫做新住民。到底我们对于嫁来台湾的我们所谓的新移民，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统合？民政处有民政处的说法，文化局有文化局的说法，教育处有教育处的说法，社会处有社会处的说法，那移民署也有移民署的说法。所以我们不了解到底，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统称这个新来到台湾的住民。那更何况新移民如果要找资源、找资料、找相关的课程，要如何去你到底我是属于新移民还是新住民还是外籍配偶？哦，这个我要拜托一下我们民政处长来协助哈，各个局处能够统合这个名称。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看到有关办理外籍配偶生活适应的辅导，你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就叫做外籍配偶。那我之前有看到民视推一部电影叫做《新娘驾到》，他们是其实是用新移民来做统称，新移民来做统称。所以我要拜托一下我们自己内部也要把名称做一个整合性的统一哈，这样我们才不会造成，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你要叫这些新嫁来的可能语言都不太通的人，他们要怎么样了解？他要讲到因为内政部核定的补助减少，然后并未达成开班的人数的情形，其实我们可以集思广益哈，花莲县政府有社会处、有教育处，然后我们还有移民署，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统合性的？甚至文化局也有文化局的对于新移民、新住民，还是我们外籍配偶等等的一个方案，来做一个统合性的课程，来协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很方便的找到课程的资源来上课哈。这有关于我对于民政处新移民、新住民还有外籍配偶的一个权利跟权益哈，我们要怎么样来推展？再来也是呼应我们其他的议员哈。其实生老病死，迟早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会遇到。2025年哈，我们台湾会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四分之一的人都已经达到了人口，已经达到老人化的社会。那我们还在2025年，非常非常快就要到的。我们现在连一个殡葬的园区都还搞不定哈，我觉得这是要我们要赶快来思考的。也许当时候挑在寿丰有他们反对的想法。那花莲市真的是已经没有腹地了。刚刚我们跟何立台何议员有讨论，新城有没有腹地？新城也是没有。那再来，到底还有哪里可以？我要拜托民政处长，是不是赶快赶紧的能够提出你们的想法跟方案，跟县长，然后跟议会来做一个统合性的沟通，要不然2025年一眨眼就到了。我想2025年。也不会是傅昆萁当县长，啊，到底我们应该是要未雨绸缪，先把它规划出来。毕竟现在2025年有四分之一的人达到老人化，其中面临死亡的会非常非常多。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把这个面临死亡的一些人口哈，能够达到最好的服务的量呢？我们这应该要思考一下，然后能够加速。再来一个就是。针对文化局哈，在日前媒体也有报道，我们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在国父十五街，花莲市在挖地下污水的工程管线，发现到一个完整的人骨哈，那我也非常开心，也非常乐见到文化局长在第一时间哈，能够把这些人骨的牙齿嘛哈，送到美国去做，媒体是这样报道。送到美国去鉴定，做碳的鉴定哈。那我们花莲有浸埔文化，有水莲遗址、奇美遗址，还有富南等遗址，还有台东的很多很多的遗址。我们是不是有考虑到说，未来在花莲能够针对于
我们南岛文化的历史跟原住民的一个等等的一个历史来做一个特殊性的一个博物馆，针对整个台湾整个南岛的一个历史来做一个博物馆哈。那我相信不仅是能够保存地方最传统的文化，也能够增进我们的一个观光的收入哈。还有一个就是在两个月前哈，我跟我们职棒球星周思齐有接触，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未来哈，他将在花莲的几所学校推动关于棒球的图书馆。那他也会捐非常非常多的书给我们的在地的学校来成立图书馆哈。那我要拜托局长，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棒球，我知道说前几年我们推能高的一个故事，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加入共襄盛举哈，能把这些书能捐一部分也给我们这些棒球的学校，来让孩子了解到我们在地的历史、在地的棒球文化。不只是打棒球，你要了解在地的故事哈。那还有一个，他有跟我提到哈，他未来也希望能够在花莲来调查我们当时候第一个旅日的一代的日本球星罗道后。那我要请文化局能够一并来跟原住民行政处一起来做协助。还有一个就是我要非常谢谢陈淑美陈局长哈，在去年的时候有办理一个优媳妇的个展，那让外界都非常非常的赞赏。那我本身也对优媳妇我们在地的原住民文化艺术家非常非常欣赏。那是不是有机会哈，我们可以了解来邀请更多有关于我们在花莲或是台东在地的优秀的一些艺术家回来来做一个演讲，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环境的不足，然后来更努力来朝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哈。然后我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文化局哈，这两天你们辛苦了哈，谢谢。刘小梅议员。主席会的同仁，还有两个局处首长的以及科长好。我觉得今天探讨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尤其是民政处的这个所谓的殡葬的相关的问题好。我觉得这必须要有一个前瞻性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人口老龄化好。老龄化其实要面对的就是生老病死最后一关。然后可是这一关呢，却是我们活着的人可以让亡者得到更大的尊严。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首长的问题，平心而论是首长的问题，就是也就是县长的问题。但是站在各位的专业底下，我觉得处长可能你要肩负的责任比较多了。进厨房不要怕热，有没有前瞻性的规划就看这一刻了。因为我觉得花莲的地形比较特殊，非常特殊，它横跨台湾西部五个县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检讨在未来的生活习惯和未来的整个殡葬文化可能会有慢慢改变的情况。南区北区是不是要各设一个殡葬园区，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做一个思考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产业很有兴趣。这个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台湾啊，那时候在殡葬文化做了一个分水岭的改变。那台湾，日本这个国家对台湾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台湾有很多的工业产业通通失承于日本。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刚刚好我在台北念书，台湾要开启殡葬文化的改变，也就是刚刚施议员讲的各大集团进入殡葬业的一个开发。那时候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看，刚好我有兴趣，所以我对这个产业有了解。那时候台湾的第一座纳骨塔也好，不过那个是30年前的事，我大学一年级，可以算得出来很老了。那时候去看，他们才刚刚开始规划。那所以我觉得花莲的问题很清楚的，它牵涉到的，因为地方小，一个殡仪馆
我记得我当代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讲殡仪馆要不要签，清洁队要不要签，然后南北殡要不要串联起来变成一个观光带。我后来在当代表的时候，第三年我就判断殡仪馆会拖很久没办法签，因为殡仪馆有一个钱坑在里面。什么样的钱坑？因为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都一直知道内政部会给一笔很大笔的预算来去修缮维护花莲市殡仪馆，所以那里有资源，但是有资源的情况底下，吉安和花莲市的两个首长，甚至行政，我们的县长很难处理两个县乡镇的问题，然后又有钱可以大量的补助殡仪馆和大量的给资源给殡仪馆，所以这个我那时候就研判会拖很久。时至今天，18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处长，我也同意今天大家所讨论的慈云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因为它本身已经有火葬场。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协调？有没有能力去跟所谓的乡长沟通，把它规划的像日本一样，像现代化的殡葬一贯作业化一样？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马上要做，为什么？因为来不及，肯定已经现阶就来不及了。因为殡仪馆的不敷使用，你看，其实我记得我在第一年做民意代表的时候，那时候殡仪馆还不是使用率没那么高，可是现在我进了殡仪馆，我一个商家，我可以在殡我的招通啊打个龙山一样，因为我的身体还有各方面，我觉得不允许我去招通啊。可是我得带招通啊，你知道不？殡仪馆，因为我这一通完，哎，旁边也认识这一通这样，殡仪馆招通啊啦。那可以见的，这个是一个统计哦，这是一个统计，它很快就不敷使用，而且我们现在在规划在做，已经来不及。肯定是来不及的啦，因为问我们民意代表最准，因为那个人口老化的速率。昨天有人问我，你这个位是不是有很多张白包？我说好像有呢。对，你看每一年每一个月人口死亡的速率，然后以前殡仪馆使用可能一个月有多少量，现阶段18年后的今天一个月有多少量？处长，你那里有没有数据？你可以有数据的，对不对？你可以有数据，你就可以研判出来，在人口老化的加成速度，这个是科学，这个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哦，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推估的出来啦。那我比较赞成在慈云山的原因，其实也是用科学去算出来的。你花莲市吉安乡甚至新城乡所占的花莲人口比例加起来高达75%、70%以上，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殡仪馆，因为你要符合现今现实的使用，你无法帮它设在中区、南区，因为大部分的人口还是在北区，所以我建议北区一定要赶快落实，赶快来着手进行。今天我常常在讲，我们都在替花莲写历史。不管一开始你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你要承受什么样的责难，要有远见。千万人反对，吾往矣啊！我觉得用科学的数据，你就可以查到一个推估啦。那在这里快速吧，肯定来不及。以我的数字，我换算下来，100%来不及。有没有议员要发言？我们是不是先请民政处长回答？好，庄志才议员。哎，副议长哦，我把波圈给你了哦。刚刚那个林俊林有共我要收到哦。事实上，这个议题我在上一届我也提过了哦。要求清明节哦，我先讲我的感受啦。我一讲我若死去哦，阮死死来去阿伯王哦，
干那用那两张会的摆，我若无威望，我不跳起来没关系哩。无啦，你我已经讲过了，这预算已经通过了，你说要移做台游是不行的啦。啊，既然要做吼，咱就做较水气的。你就今年用公开招标的啦，迄、那个花敢会款两张啦，你啊，你更加有够诞生啦。你若做啥啦，若无避开人民在地，而且第一点、第二点，我已经讲过啊。因为咱吼、哦、要照顾多数人，像我咧骑牛做生意啦，迄卖花的人吼、哦，伊一年当地嘛尽可嘛过这清明节来做这花。啊，你若公开招标去了，干一间去做啦，啊一间去做，佫标俗啦，啊其他人拢无咧做。所以是不是我建议过，既然预算不能移作他用，啊，无你就看是不是发现金和管民较公平，目前发落着，啊，无你就用这个、那个购买券，这样大家拢会做着啦。啊，无你讲遐遐做花可怜，你知道？一年当你尽淡嘛，但这无你可不容易卖花的人送你卖花，啊，无大讲你情人节啊啦，对不？你情人节到唔到靠生意靠？尽早做这清明节，啊！恁哥即马哥用，反正我用啊咧，公开招标，甲一间去做，期待回答吼、哦。他们讲，拢无生意好做啊，无做啊，这是一个缺点。啊，过来，你要公开招标，甲一间去做啦。啊，做即马无人要去领啦，啊，你嘛等你啊，我怕算，对不？嘛无，所以邱处长，那哈、哦、法律规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答了，是不是哈、哦？或许要用现金呢？也是用迄个购买券买使嘛，我们以前拢会使去咯，带你去买，而且佫提一挂佫买较好个。啊，无你就像今年啦，甲两张花彩礼啊，所以若无避开来，免我彩礼啦，好不好？这个建议啦，好不好？叶坤锦议员，啊，大会主席，我们张副议长，啊，赖秘书长啊，我们民政处以及文化局啊，两个科室的所有的同仁。以及我们各议会的同仁，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把这个殡葬业的一个问题哈，我想民政处呢，因为应该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东大门哈啊，这个啊县长呢这样子精心的哈啊，已经破坏整个一个啊东大门的一个愿景呢，已经都出来了，所以呢殡仪馆的迁移呢是势在必行。那刚才很多的议员都已经谈到了。啊，迁移到哪里啦？北区啦、中区啦，或是到啊的吉安啦等等的一个所在呢？啊，本席的看法呢，我是认为希望民政处要有积极的作为啦，选择啊长久性，而且是比较有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的话，现阶段啊是否能够马上啊看得到，而且可行的？因为你殡仪馆马上要迁移了，还要迁移的时候，你地点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啊，这个找到或者是还没有确定，我想这个将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啊这个黄金太平洋啊这个公园的黄金海岸的整个一个规划，所以我想在这边呢，我看到我们民政处的工作报告呢并没有提到啊有关于我们殡仪馆的这个未来的何去何从的这个啊这个工作哈、啊、所以我在这边呢建议我们民政处应该呢积极的啊来把不管怎么样总是会碰到问题，不管到北区，不管到中区，都会碰到问题，但是一定要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呢，特别的要大声的祈福我们邱处长以及我们所有手足的同仁呢，大家齐心积力的克服困难，来完成这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啊非常重大的一个工作啊。文化局同仁呢，大家辛苦了哈。好，谢谢大家。好，现在请民政处，啊邱处长针对议员的问题回答。感谢哈，刚才那么多的议员哈，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些意见哈。那我想殡葬议员化的问题，我想来先回答哈，因为刚才狄氏议员、庄慈来议员、林秋梅议员、郑全龙议员、施金树议员、魏嘉全议员，还有呢，我们刘小梅议员，包含叶坤琴议员，对这殡葬议员化哈提出很多的意见哈，包含刚才刘小梅议员，还有我们施金树提的那个比较前瞻性的看法哈，其实。对于殡葬议员化，我们有积极的在做这个前端的规划了哈。选址的问题可能是争议性会比较大，但是刚才
比如说包含市议员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可能要多大面积，或者你们要规划很多的设施哈，这个我们都有在研议当中哈。那这一方面我们都有积极的在处理。那只有这个选址的问题，可能最后呢还要跟这一个各个乡镇哈来做持续的沟通哈，才有办法哈。啊，我进前的规划，我拢有伫看，我冇去。这一个全国啊，其他比较知名的这一个地区，我们也有去参访哈，然后也把人家很好的经验带回来啊，那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在办理这个业务啊，只是说选址的方面，因为我们也不能贸然来决定哈，可能要透过议员还有各乡镇市的这一个代表哈，大家来沟通哈。那关于呢，刚才狄思源谈到的这个八部政策的问题哈，那我们公共造场科涉及是砂石哈，那砂石这方面没有管制，我们会把这问题转到其他的这一个处室哈，那请求他们来说明这样子哈，回答。那关于刚才很多议员谈到的这五教祈福哈，那其实应该是各宗教祈福啦哈。那我们是不是分开办理呢？其实我们在开幕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地方，那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分开办理。那当然我们会来再检讨它的整个过程跟内容啊。还有刚才李副议员谈到的花莲市的这一个殡葬设施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刚才庄志才议员所谈到的哈。其实我们已经跟花莲市公所呢。开过这一个会议哈，就是说以后呢这一个我们的医院啊不可以设置灵堂啦哈，它是太平间可以那个，但是灵堂不可以设置，那所以我们会增加一些灵堂哈，所以我们在花莲市的殡仪馆这边会做一个设施哈，那也会在年底之前完成啦哈。那关于那个后备军人公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应该是今天哈，刚刚才收到花莲市公所送来的这一个计划书哈。那在这边也要跟各位议员报告的哈，在各地区的殡葬的甚至于公墓还有殡葬设施的管理哈，它的主任单位是乡镇市公所，所以当也顺便刚才回答曾琼议员谈到的问题，当我们公墓或者是我们的纳古塔或者我们其他的殡葬设施有需要协助或者补助的时候呢，应该事先提出来哈，那我们在下一年度才来想办法来帮忙来编预算或者转内政部哈，来编列相关预算。那常常就是说比较急迫，那比较急迫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来处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当看到这一个有需要我们来帮忙的时候，可以之前提出来，我们就可以纳入下年度的年度预算，就最晚也是隔一年就可以处理完毕。那最怕的就是说常常是没有乡镇公所没有提出来，我们就比较难来帮忙哈。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主动的方式啦哈。当有议员提出来，我们就会跟各乡镇市公所联络，是不是你赶快计划提出来，我们来改进这样子哈。那关于这一个刚才许淑云也提到的五教合一各宗教祈福这个问题哈，就跟狄布斯议员提出来的一样哈，我们是不是在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在每年每十二月分星期来做，这我们会纳入考量，我们来规划看看哈。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居住人口哈的增加，然后邻的编制，一般来讲我们是50户编为一邻啦，那在于编邻分邻的部分呢，还是由乡公所主政，那我们会积极来跟乡公所呢来讨论哈，以后在编邻的时候哈，是不是也可以透过民意代表来参与哈，这样的方式哈，才不会造成刚才游淑珍议员谈到学区的问题哈。那另外提到的外配的问题，其实我们民政处的三场的这个课程，只是做这一个生活教育部分的哈，其实在我们社会教育警察卫生这边，我们都有做一些联系，他们呢也开了很多课程哈。
那么是不是我们回去研究一下，是不是这几处啊，哈，我们把每年要开的课程列一张表，哈，那把它统合列一张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另外替代役的规范，哈，那其实这有法律的依据，哈。那如果说有特殊的因素，我们也可以来积极协助，但是要看个案他本身所需求，还有他自己的条件，哈。那关于这个司议员哈所提到的法律的咨询的部分哈，那我们每个除了清明时间，我们礼拜三、礼拜五在北区、中区，我们有提供相关的这个法律的咨询哈。那法务会这边也有提供哈。那另外刚才郑全荣议员提到的这个门牌的编定哈，按照现在的规定的门牌编定里面有一个条件哈，就是要所有权人的同意啦哈。那么我们中观其他的县市，也有按照民法哈，就是说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所有人同意，那是 OK 的哈。那现在我们也朝目前在修这个法哈，那有些县市是比较严格的，就要土地所有权或管理者所有人都要同意哦哈。那现在我们参照民法。朝向二分之一来修正啊。那关于刚才郑秀议员谈到的这个墓园修缮的问题哈，那这相同的如果是在收封乡，我们会来通知收封乡公所把计划报上来，我们才有办法处理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代为去做修缮的工作哈，一定要计划上来我们来补助，那补助比例是多少，那当然也要收封乡公所啊，或者其他的乡镇施工所愿意把这个计划提出来，我们共同来这一个协助来帮忙哈。那另外关于这一个庄师才议员刚才提到的这个清明祭品的内容物的问题，我们其实那么多年我们会来积极来检讨，看怎么样来处理会比较好。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大家关心的户政业务哈，户政主任的业务哈，似乎太多哈。那我们会回去以后，我们会开一个会哈，然后把所有户政主任我们来谈一谈，是不是有些可以由中区或南区，甚至于刚才说是不是多设一个北区的主任呢来分担哈。那我们这个我们处内呢再来开会来检讨哈。那么殡葬议员话哈，那另外就是各宗教祈福，刚才林秋美议员谈到的殡葬各宗教祈福啊，这些刚才已经谈过了哈。那当然生命园区啊，大家刚才谈到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过往哈。那这一部分呢是比较复杂哈，因为坦白讲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大家意见都很多，但是跟各位议员报告的哈，我们先前的规划跟计划内容我们都会先处理好。只要选址选好，我们就可以马上来进行哈。但是前端的作业我们会把它做好哈。那魏嘉贤魏议员刚才谈到的所谓新移民、新住民、外籍配偶的统一名称哈，那也跟魏议员报告哈。现在行政院呢新有成立这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了哈，所以我们统一的名称呢，应该是105年起的外籍大陆配偶这些。我们叫新住民啊，那我们也会签给各个局处室来了解，包含我们本处呢的一些名称都要做修正啊。然后那最后这一个刚才叶坤景议员谈到的也是这个殡葬园区的相关的问题啊，那其实我们非常重视啦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能也要跟各位议员报告的再度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对这前端的作业我们有积极的作为，也在规划。那最重要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啊，那这可能涉及的层面很复杂啊。那这部分呢，也希望以后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议员啊，先进呢可以大力来帮忙啊。那民政处在这里呢也跟各位议员报告，如果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服务的，也可以呢直接找我们科长或者找我啊，那么一定呢会做好这个
这个服务花莲县民的这个任务啊，毕竟呢，我们是在比较前端啦哈。那其实各局处室也是都秉持着这个县长和为民服务的这一个积极为民服务的想法在做哈。那跟大会报告哈，以上呢是刚才各个议员提出来的哈，我的回答哈有不足之处呢，再请议员呢哈多多包涵。但是呢，如果有要进一步的内容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再用书面来回答。好，谢谢。刘小梅议员，是处长，我想哈，这个东西大概是统筹的一些回答啦。但是我刚刚已经提醒大家，就是说以数据科学的数据来说，恐怕现在来规划来做都来不及的。我想这个你很清楚啦。好，你的数据不会比我更不精准，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在你就任民政处长，更何况我坦白说，你还选过吉安乡长哎、欸，好，在你的脑海里面破化的蓝图，还有你做处长这么一段时间，不管你是选吉安乡长，你总有你的理念，还有你的规划，还有你的政见嘛。那民政处长总是你的破化里面。你可不可以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你现在的规划和你跟县长商量的规划，到底第一座的殡葬园区要设在哪里？跟回答大家讲，刘小梅刘议员这个问题啊，就刚跟大会报告的哈，就是说，其实，在去年啊。我们已经呢，经由我们这一个宗教礼俗科，我们有去，在各个殡葬园区有去参访，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步的规划。但是这个选址的问题啊，我想、并不是说我们个人或者县长啊，或者可能也要大家议员来沟通啊，这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啦。对啊，你们有总是要有初步规划的一个方向嘛？我告诉你哈、哦，参访很多地方都参访了。我跟你讲，我没有做民意代表，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30年前就开始在参访了啦，第一座台湾现代的，我大学一年级就有兴趣了，也参访过啊，是，对不对？可是当你参访没有办法落实的时候，你没有具体的东西下来的时候，参访等于是空啦。就像规划案，规划未花下去，最后没有下去做，就是那一张纸。所以我才说，现在就是说你们的规划，尤其是你。这个部分恐怕你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样大家民意代表我们议员才能够给予你们更多的协助，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刘小梅刘议员，王彦梅议员，部长，你打话的时候，我进来20分钟哦，你就啰里啰嗦打了那一点重点都没有，我是觉得很悲哀哦。当个教授进来打议员的咨询题，一下都是同一个题目，是打什么搞不清楚哦。我们议员所提的地方建设保留案，哈，是共保留192件哦，是，一共是新台币7947万，是，可是你只有做1884万，这干什么？只有做80件哦，272件就做80件，192件保留，深思建议案，对不对？一共是32件，第22件你就做3件，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些乡镇首长在干什么？你们县政府在干什么？一年，那你就不要给我们钱嘛，就不要给我们建议钱嘛，对不对？就你在搞什么？好，300件做了不到100件，那你们这是等于是说只是在拜拜而已嘛，只在发金做好人的用而已嘛。其他人去做下，实质的民生需要的建设，你们根本没有在做嘛？这样对吗？公崩公崩吗？虽然每个人都会死啊，但是在死之前都要平坦，让我们减少死亡的风险嘛，对不对？就我们的建议案，你全部都不做，一直讲崩摆风水，在干什么？那我现在死又讲义理神社，我们文化局哦，义理神社哦，希望未来的规划，在我们这个下一次的这个我咨询的时候，我会问哦，义理神社的未来规划，虽然现在做的还算 OK 了哈，但是未来的规划希望有哦，
还有就是说刚才说户政事务所的主任现在很像是县长的分身的主计者啊，干嘛工具全部都是主计者，你县长没有去就叫十三个户政事务所当主计，天天就去敛箱，他们的工作还有更主要的工作可以做嘛，他们工作多得如牛毛，你叫他只是碾箱而已，这样像话吗？我希望户政就做户政的工作，不是去代理县长碾箱的工作。就现在我今天去看主任来这里，就他们的科研 跑去碾箱，跟你讲民众要找人都找不到人，龙皮甲西人两休，这样是本末倒置啊！拜托，哦，无你去两休嘛，代替县长就是各乡镇去两休，不要叫我们户政事务所或我们的户籍人代替县长去两休。啊，处长，处长请问。徐学义议员。我想刚才邱处长其实一直都没有讲到重点哈。那其实今天殡葬业的这个题目呢，很多的议员提出来，还有就是我们十三乡镇的户政事务所的主任以及他们里面的组员，那我想真的是看在眼里哈，疼在心里，有时候看到他们骑着摩托车，尤其在我们寿丰乡来讲，平地最宽的、最广的，包山包海，他们必须骑着摩托车，到水莲、到颜寮、到米站、到月美。其实，你有注意到他们的安全吗？其实我们真的很担心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扫墓节的时候，刚刚我们其他的议员也提到了。这些花束的一个减弱，那当然这个是县长的一个美意啊。那刚才也有议员提出来建议，是不是就补助他们？尤其是我们的民政的一个团队呢，在扫墓节那几天，他必须在各个的坟墓里面再发放这些东西。那处长有考虑到他们也必须要去扫墓，那是他们必须牺牲的一个时间，在现场去发放这些物资、花束，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个金子，还有手套这些。那我想这些呢，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个改善哈？不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天，尤其非常热，他们还必须在那边坐着等民众去领。这我想我们看在心里哈，疼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希望下次不要再有这样的好了。然后也希望说，我们既然有中区、南区的主任，是不是就交由给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祭拜、一碾香。而不是我们十三乡镇的一个主任到现场去，主任还跑了有时候好几场，还必须里面的成员去做一个碾箱。我认为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工作要为民服务的地方哦。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邱处长还有我们萧副座，是不是能够跟县长来做一个报备，是能够交由中区、南区的主任他们去做就好了哈。还有就刚才讲的很多的殡仪馆的一个遗址，那当然有提到施金树施议员提到了这个中区的这个殡葬一元化的部分，那其实也有很多提出来，如果等你在规划的话，那我们的花莲市的殡仪馆要移的话，真的是要等到何年何月哈。那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在我第二届的时候我就有提出来，那时候是不是能够移植到我们的慈荫山的底下，那是一个最方便
啊，也最快的，但是一直到现在，事隔多年了，还是一样，殡葬业还是在我们的花莲市这边啊，并没有去做一个改善，也是，只是我们在火葬场的一个投资呢，一年都好几千万，在修缮啊。那这个事后呢，你们做怎样的一个闲职？那我们也一直在期待你怎么可以闲职啊？那还有就是文化局真的感谢你，在收丰乡呢这个考古的一个展示馆，在五月份你们说都已经设计好了，那我们也知道就设置在丰山的一个旧的一个市场的那个广场里面。那真的很感谢局长的一个眼见，把它设立在那里。那我们也很期待哈，很期待能够把那个区块里面做更好的一个这个展示我们的文物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也结合了我们的丰里的一个整个这个中山路的一个美化啊，我想带动整个地方，还有倩修院这样能够带领这么多的一个人次到倩修院去观赏，而且让周边的一个环境也改善了很多哈。那我们也期许文化局的我知道你们的工作量很多哈，尤其是这些周边的一个清修院的周边，以及他的人次呢，进入到清修院去观赏的那么多的一个人次呢，真的是能够带动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周边呢的能够环境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空间哈。谢谢。有美人议员。主席，那个殡葬业啊，还是有一个群聚效应啊。群聚效应第一个避免老百姓的冲突跟暴增啊，就是爆发冲突啦，然后反对，这是一个方向啊。虽然有的乡镇长不一定同意，但是这个处长还是要努力去帮忙协调哦。群聚效应会带来很多就业机会，他们也会习惯这样。如果不去做，我当选了十几年到现在都没有动，希望在这个邱处长的任内呢，能够呢快速把它移动哈。还是要跟乡镇长多沟通了。还有一个外配哦，真的刚刚陈主席议员讲的，他们对这个名字像很流行叫做“微侵害”，微什么？这个就是微侵害哈。他们认为新住民，你们像最近这个内政部统一的这个名称呢，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也希望这个处长在很多的媒体部分哈，多多使用这个名称，啊，因为他们认为不喜欢讲外配，啊，对他们第二代，对他这一代，他都觉得是很大的侵犯哈。那所以新的名称呢，也希望处长呢跟你们的所有的这个主任呢下去呢，多多使用这个新的名称。他们已经表达他们愿意接受，而且非常乐意哈，叫新住民这个名称。那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局长哈也是感谢你哈，保护了很多乡镇的文化资产。那也拿到了很多全国这个阅读啦、根系推传、跟图书馆、跟教育部，还有一个花东基金的很多这个优质计划8500元跟8亿3890元啊。因为花莲呢，花东地区呢一直叫做这个所谓的文化断层区啊，不利文化发展区。那也因为此，希望呢拿这个钱不容易，当然跟这个文化处长呢这个非常努力争取，跟非常努力工作的团队有关啊。但再一次呢，给一些我个人的一个小小意见哦。因为花莲县也是全台湾呢137公里南北狭长这么长哦，那我中区或中南区或北区都一样哈，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图书馆？因为你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花莲县新建智慧科技图书馆计划，合计10亿5700万元啊，文化部跟教育部沟通了哈，积极争取，那不容易了哈。这个争取这个厚植这个老百姓的软实力啊，这一代或下一代。那希望我上次有提过啊，是不是对这个所谓的电视电影的剪接3D 立体或4D 未来性的这东西呢，可以注入一个中南部乡下啊老百姓也好，退休老百姓也好，老人人口也好，或是年轻的小朋友也好哈，或是幼小男朋友，可以学习这个所谓的电影的剪接技巧。因为现在每个人手一机都有一个手机在，
他可以因为这样子是学习很多的剪接技巧，或者是把它编辑成一个微电影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机会呢，也希望处长这部分呢能不能给这个乡下一个机会，把这部分呢也把它考虑进去。所以阿凡达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那还有就是各地的这个文字保护，也是县长昨天在市政报告里面提的啊，还是希望在各乡镇，像我知道台一九三线光是我中区就很多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当然太也不可能啊，台九线也一样，每一个乡镇有很多的一些位置跟文化资产的东西，希望呢透过文化处呢能够多做一些田野调查，或鼓励地方的社团做一些，给一些经费做文创的一个热身跟起身哦。因为一个文字的启程开始，或者是一个保护的开始，会创造很多的观光客哈。那以上报告，谢谢。林秋美议员，主席，时间已经到了，是不是后面的文化局的回答用书面来回答，好不好？好。好，开会时间到哈，我们请文化局针对各位议员的提问做详细的报告，书面报告。然后请民政处，针对徐学义议员、尤美议员的问题，也是做书面报告。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九点进行县府行政暨研考处、客家事务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各位议员及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